好了，咱们休息回来啊。这趁热打铁打得怎么样？这个，嗯，做完了。做完了是吧？哈，嗯，很简单，是不是？对。只要你第一步你别不偷懒，把电流风扇给画出来，哎，四指绕着电流转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随着电流风扇一握一下就可以了啊。这个电流是从那边走的，是不是？从下边进去的。然后到那这边的电流就是往下来，都是往下来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吧？嗯。哎，怎么答案都出来了？往下来的话，就是手得从四指从这边是转过来，对吧？对，这样握啊，从那边过来。那这边什么级啊右边是 N 级？N 级。这边呢，S 级。？S 级，是不是？嗯，这个电流是怎么走的？从上从那边过来到这边往哪走？到上边。这是往上走，是不是？对。那都是往上，是不是？嗯。你只要不偷懒，把它都画出来啊。四指随着电流转，这么转，是不是？对。这边什么级？那这边是 N 级。N 级，是不是？嗯。So easy 啊。哎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个哦，先给摁了是吗？哈，对，给磁场，然后要那下面什么呀流，那肯定是 S 是不是？嗯，啊，那大拇指在指哪？指上边。大拇指指上面是不是啊？对。那它这么握是不是？嗯。那四指随着电流转，那电流是这么转过去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么转的，对吧？对。好，那这么转怎么转呢？从下边进去。我觉得这样转的，先把上面这标出来，是不是？嗯。对吧？对。那这肯定这边出来的，这边这样。进去的。进去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哦，那这是 N 是不是？我也会啊，这样是不是？对。四指随着电流转，这么转是不是？嗯。这么转啊，这么转，那这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？我先把好画的画出来。那这是出来的，这是进去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这不就行了吗？闭嘴啊，来。好了，这是咱们这节课上面趁热打铁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嗯。好了，这节课正课就到这里啊。咋了？我这笔怎么不好使了？哦，我明白了。还好多这个东西呢，是吧？哈，嗯，跟作文画的一样的吧？一样。嗯，一样啊。来，把课堂笔记整理一下啊。什么叫词性来着？对，放入其中的，开始瞎说了，开始霸道了啊。忘记什么叫了。词性呢？词体的一种性质。什么样的性质呢？能够吸引铁、钴、镍等物质的性质，就叫做这种物，说明这个物体具有什么？词性。词性是不是啊？对。啊，如果一个物体啊。如果一个物体它具有吸引铁、钴、镍等物质的性质，说明这个物体具有什么？磁性。磁性是不是啊？对。这么说啊，哎，那有磁性的物体，这个物体叫什么？磁体。磁体是不是啊？对。嗯，好。什么叫磁化？磁化就是，嗯，就是。就是让原来没有磁性的物质变得具有磁性。有磁性了，是不是啊？对。哎，把你同化了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对吧？哎，这当年那家那么多国家历史上面，好多国家来侵略我们中国，对吧？侵略来以后，后来发现，哎，反被同化了，是不是？嗯，你就那个意思啊，就那个意思，听不懂可能啊。就是原来没有磁性的物质获得磁性的过程，就叫做磁化啊。磁场的最基本的性质，它的本能就是对放热其中的磁体具有，力的作用。力的作用是不是？对。哎，对放热其中的磁体会产生力的作用啊。磁场的方向啊，我们这几个主要研究的是一个条形磁铁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我们知道它，你看杜老师做那个实验也看到了，这边小磁场乱七八糟的，是不是？对。每一点磁场方向都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那我想知道其中某一点的磁场方向干嘛来着？找一个小磁针放在里边，等小磁针静止的时候，小磁针 N 级所指向的方向就是该点磁场的方向。哎，说的还可以啊，我再帮他重复一遍啊。同学，你如果不会的话，你到前面再查查去啊。就是。就是磁场中放热小磁针，某点放热小磁针，是不是？嗯。磁场中某点放热小磁针，小磁针静止时，N 级所指的方向就是该点的什么？磁场方向。磁场方向啊。磁感线是假想的曲线，是不是？对。假想啊，为什么要假想这个曲线呢？是用它形象的去描述什么呢？磁场。磁场的分布情况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磁体外的磁感线都是从哪级出来？都是从 N 级出来，回到 S 级，哎，磁体内呢？都是从 S 级到 N 级，是不是？对，它还是闭合的曲线，且不相交，是不是？嗯，不相交啊。奥斯特实验啊，这是人类伟大的进步啊。他发现了什么？通电导体周围存在的磁场。啊，也可以说电流周围存在磁场，场，是不是？嗯。安培定则是用左手还是右手右握住？手。右手握螺旋管，是不是？对。四指随着谁转？电流。电流转，是不是？嗯。大拇指指向，N 级。N 级，是不是？对。这几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又复习了一遍，对吧？好了，下面开始实战一下啊。
四题这位存在，四张。好，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这看没出答案呢？好，那我写一下，不用写了，磁场是不是？对。指南针能够指南北，是因为受到了谁的作用？磁场。谁的磁场？地球磁场。嗨，给憋了半天憋对了啊！地球周围的磁场，简称地磁场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这么写行了，地磁场。用什么可以形象方便的描述磁场？磁感线。很好，磁感线啊，它分布越密的地方表示磁场越强。我什么时候问你了？明显发现地方少个空，你发现没有？哎，下边吗？哦，哎不对，它分布越密的地方表示磁场越什么？它分布越密的地方表示。打两个 Ctrl C，Ctrl V。这说明什么呢？纯手工敲的。不是，说明杜老师认为这个很重要。是强调这一块，你知道吧？其实你可以怎么样？你可以把这句话怎么样？嗯，删掉。给删掉，是不是啊？嗯。哎，杜老师，你看啊，怀着被你投诉的这种可能性，冒着这种风险来强调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表示磁场越什么？越强。越强啊，元素啊。杜老师真的啊，真的是这个意思啊。来，下一题。爱因斯坦曾说过啊，磁场在物理学家看来。正如他坐的椅子一样实在。哦，杜老师刚才说了是不是？虽然磁场看不见，但它是真实存在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对吧？实在的就跟你屁股下面坐的椅子一样，是不是？嗯。磁场虽然看不见，也不能摸啊，但可以通过对它放入其中的什么？磁体是不是？对。磁体，磁的怎么写？我就这么瞎圈圈的啊，还应该这么写是不是？嗯。产生力的作用来认识它啊，还可以利用什么来描述？磁感线。磁感线是不是？对，磁感线啊。而且杜老师上一期强调了，磁感线越密的地方，说明磁场越强。你看杜老师犯个错，强调一下，效果挺好，是不是？挺好啊。来，第四题。如此所示的实验现象表明，这有什么实验现象啊？这两个四个黑了吧唧的，同极相斥。哎，这你都发现了？你两个 MN 嘛。那你怎么看出哪相斥了？那因为前面写的。耍赖的做法啊！啊，你得这样看，你看这箭头，他往哪一放，这个怎么样？啊，被推走了。被推走了，是不是？嗯。你看这个，他往哪一放，他怎么样？被吸过来了。过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所以你的答案是对的，但是你不是照这个实验现象说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实验现象说明同名磁极相互。同级相互排斥，异名磁极相互吸引。吸引，对了啊，给你两分。好了，关于这三个东西的关系来说一下了。铜、铁、铝，这瞎说的，只有谁被吸引啊？嗯，铁骨金，铁。只有铁被吸引，是不是啊？对。磁感线是磁场中错了，磁感线是什么曲线？假想的曲线。假想的曲线是不是？对。磁体之间相互作用都是通过磁场发生，这是对的吧？嗯。哎，爱因斯坦说了嘛。它跟椅子一样真实，是不是？对。那我在地理错了，来看看来。物理学中把小磁针静止时错了吧？嗯。N 级所指方向为该点磁场的方向，是不是？对。我一下它是错的啊！有的老师我都没看，三长和三短一长选最长的，我就选 D 了，你活该你啊！你选哪一个？嗯 ，C。C。好了，如图中的实验表明，在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着什么？磁场。不对。你猜同学怎么写的吧？啊，就想踢他，你猜怎么写的啊？说通电导线周围存在一个小磁针，你干嘛不说通电导线周围有空气呢？是不是？嗯。还有同学，通电导线周围肯定有个物理实验员是吧？胡扯！这奥斯特人家不是这么说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人家之所以是奥斯特啊，人家之所以是牛人，人家发现的通电导线周围不是个小磁针，存在个什么？磁场。磁场。瞎闹啊你！来第七题，图中小磁针静止时 ，I 端是什么极？有同学 I 端是 A 极，这又找 T 是不是？嗯。磁铁有 I 极吗？没有。只有什么极 ？N 极、S 极。啊 ，N 极和 S 极是不是？对。南极或者北极对吧？嗯。那怎么找呢？嗯，右手那个安培定则。右手安培定则握着小磁针。我握着导线，你得先握这个是不是啊？先把这个的 NS 级给找出来啊、哦！
你别窝这个小瓷针，待会小瓷针给你窝瘪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窝这个啊，颠着这么走的，是不是？对，长的是正经，知道吗？对，哦，挺好啊。那电流是从上面过去，是不是？从上边过去，从那边过来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接上去，往上，从那边过来，对吧？对，非常好啊。四指随着什么？电流转。那这样呗，是不是？嗯。那就这是什么 ？N 级。N 级，这个呢 ？S 级。S 级是不是？嗯。这就相当于一个大的通电螺旋管，其实相当于一个条形条形是不是啊？嗯、刚说了通电螺旋管，它的相当于什么来着？相当于一个条形磁铁。条形磁铁是不是啊？对。条形磁铁周围的磁场是怎么分布来着？磁感应从谁到谁来着？从 N 级到 S 级。啊，又瞎说了。准确说法是在磁体的外部，哦、从 N 级走向 S 级。S 级，那内部呢？哦，内部从 S 级到 N 级。哎，老师，你这不瞎闹？你老给我挖坑！我跟你说啊，中考就这么考过，你知道吧？啊、哦，说磁体的磁感应都是从 N 级走向 S 级，你得注意，这句话是错的，分里外是不是啊？嗯，里外啊、哦，那大约就是这样呗，是不是啊？对，对吧？但它实际上是闭合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闭合的啊，咱甭管里边了啊，那简单了，你这个大概的方向，磁场的方向是这样走的，是不是啊？对。那你这边是不是应该是 N 级啊？嗯，对，小磁。你小磁针是不是指向磁场的方向？是不是？对，对吧？嗯、那这边是什么级？那这边就是 S 级。S 级是不是啊？对。那 A 都应该是 S 级，是不是？嗯。钢棒的，那下面的应该是钢棒吧？那对。是不是啊？嗯。右端是什么级？右端是 S 级。哦，这是 U 是吧？哈。对。好吧。两 S 是不是？嗯。其实以后还可以这么记啊，他们这肯定是反着的。你这边是 S， 这肯定是什么？嗯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你想，如果你这边是 S， 你这边是 S， 同名相排斥，是不是啊？相斥，肯定把你撤了，给你让你掉头回去，是不是？对，对吧？嗯，好。哦，原来这个题是先弄它，再弄它，是不是啊？嗯，你别上来时候就跟力气大，啪就把它给窝着，是不是？嗯、没用啊。来，下题。又科学家发现两根平行导线通电后有如图所示现象，有什么现象呢？这应该是原来的导线，是不是？嗯。通了电以后，吧唧怎么样？相互吸引。相互吸引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通了电以后，吧唧怎么样？相互排斥。排斥，好。哦，你看，实线跟虚线分别是通电前后的情况，对吧？嗯。有图可知，两平行通电导线之间有力的作用，肯定有力。这个吸引了，这个怎么样？排斥了。排斥了，是不是？嗯。那这地方体现什么？当电流相同时。这电流一样吗？是不是？为什么？这不箭头是向上的吗？啊、哦，电流一样。你看不到这是箭头吗？当通了电流方向相反的时候，相互排斥。好，下题。判断通电直导线周围磁场方向的方法是用右手握住导线，这导线是不是？对。握着它，有几种握法呀？有两种。两种是不是？嗯。有的老师这么握法，没了那个啊，大拇指指向电流方向。四指环绕方向就是通电直导线周围磁场的方向啊、哦，比如这是个直导线啊，这是电流这样走，这样上下走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说明磁场是不是这样转圈的？对。对吧？嗯。转圈的啊。请你判断甲图中导线 A， 甲图中导线 A 不就这个吗？嗯。它导线方向是往哪走的？向上。电流往上走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就是那 A 啊，甲图中不光 A 向上 ，B 也是向上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在 B 处产生的磁场。你肯定在 B 处产生磁场呀，要不然你 B 怎么受到力了呢？是不是？对，对吧？那好了，握着它是不是？嗯。大拇指指向哪？电流方向。那不就这么握吗？是不是？对。这么握是不是？嗯。然后说什么来着？磁场的方向。四指的环绕方向是不是？对。那四指的环绕方向不就是这边进到这边怎么样？到那边再出来。这边不就出来吗？不就这意思吗？是不是啊？对。然后那在这个地方的话，在 B 处产生的方向， B 处不就是它右边吗？是不是？对，右边不就是进去，这边怎么样？左边出来。出来是不是？嗯。进去叫向什么？垂直里直面向里。向里是不是？对，向里。好，就这么简单题目，杜老讲这么复杂是不是？来，下题了。上述现象的原因是通电导线 A 周围产生磁场在通电导线 B 有力的作用。哦，对，
这个叫吸引力，这叫排斥力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没指明是哪一类，写力的作用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对吧？或者写磁场力也行，是不是？嗯。行啊。当导线 A 中的电流方向改变时，其磁场方向也发生改变，导线 B 受力方向随之改变，啊，相互作用，哦，磁体之间相互作用是通过磁场，是不是啊？嗯。那电流之间相互作用肯定也是通过谁来实现的？那肯定也是通过磁场。因为你 A 周围就有磁场，那 B 周围也有磁场，是不是？对。那肯定是通过磁场来实现啊。在这个题嘛，在初中的时候特别简单，是不是？嗯。就当一个语文的阅读题做完了，是不是？嗯。到高中就很难了啊！高中它是这样啊，高中的时候，比如它是给你两条线，比如这是 A， 这是 B， 是不是啊？对。它如果告诉你里面电流方向的话，它就不会告诉你这个虚线这个情况，让你自己画出虚线，啊，它很可能还告诉什么呢？告诉你虚线的这样子，那里面电流方向就不告诉你，让你自己去找去。那就得比较难一点了啊！哇，这题真讨厌，这题看似一道选择题，是不是？嗯。其实它里面手都窝来窝去，窝来窝去，是不是？嗯。窝来窝去的啊，找吧，来。那是我说窝的快点了啊。嗯。现在这么走，是不是？对。这是这边都是向上的，是不是？对。这边出来，对吧？嗯。是不是这样窝？对。那这是什么级 ？N 级。两个相互干嘛呀？相互排斥。他要的是干嘛的？它要相互吸引，吸引的是不是？对，这个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的？对，那这不就 N 吗？嗯，那这不就 S 不吸了吗？对，那不就完了吗？我说万一要是多选，不就坑人吗？是不是？应该是多选。好，那再来一次来。哎，讨厌了，这正就到这边了，是不是？嗯，过来这么走，那边过去对吧？对，那这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嗯，还能这么窝吗？嗯，不能。你四指更加呛着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四指随着电流转，这么转是不是？对。那这是 N 呗。左边是、啊。这是 S 呗。这不行是不是？对。这个电流是从这边进的，咱是这么走的，是不是？嗯。你看电流跟从哪头进没关系，这也从这头进，这也从这头进的，是不是？对。但是这是从那边过来，这个从这边过去，是不是？嗯。是不是吗？对。这不讨厌吗？你说。嗯。这排斥吗？是不是？嗯。非骗我从头做到尾，是不是？你写的单选多好，你说。我就不写，来看第十题。这个题嘛，同学可能有人在做完以后可能是做了，我哪知道你想让我写什么呀？但这个题目将来可能可以单独考一个实验题，让你自己去写实验步骤。说我现在给你一个铁块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磁性，你给我判断出来，其实几种方法来判断它是不是有磁性的。A 就给你提供了三个方法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看看啊。首先第一，看它具能不能吸引铁骨力，是不是？对。吸了它就是磁铁，是不是？对。能够吸引铁等物质，这是最好的方法，对吧？嗯。可是万一身边不给你铁骨镍这种器材呢？那，对吧？你说我拿着去问物理老师去，这也不行啊！物理老师没有器材也做不了，是不是？找小磁针。啊。错了啊！他本身就是个小磁针。是这样啊，你别忘了，有一个东西它天生就是大磁体。你可以利用它嘛，请它帮忙嘛。大那地球，哎，你终于想起来，地球就是个大磁体，是不是啊？对。不用白不用，是不是啊？嗯。用了也不用花钱，对吧？对。哎，这好像咱们中国人发明的指南针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指南针火药造指印杀术。我就问指南针，对吧？你就可以干嘛呀？你可以把这个磁铁怎么样？用一根线系起来，是不是啊？嗯。你要系起来的话，如果它是磁铁的话，你甭管你把它弄到哪个方向。它一会儿就慢慢转到成什么方向了？指南北。指南北方向了，是不是？对。哎，你甭管你一开始记住它放哪，它最终肯定慢慢转，找个平衡，指南北方向，是不是？对。肯定最终是这样的啊。但如果它不具有磁性的话，你记好了，提着什么样它都有可能，是不是？对。指东西、指南北、指东南西北都可能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那就看看物体是否具有什么？怎么写这个？指南北的性质。我就这么写是可以给分的，就是始终指南北的性质，是否具有始终指南北的性质，是不是啊？嗯。或者说是否具有统一的指向性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跳查了标准答案给的指向性啊。我觉得刚才说那几个都是对的啊，对吧？你不要说多少，这谁能想到这两个字？你那个意思对就可以对啊。你看你能不能想到下面的方法，始终指向南北，
想到这个就可以了啊。哎，细节悬挂起来啊，自由转动，静止头看，是否总是指向什么？南北。南北方向。啊，还有一个啊，还有给你个小磁针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看看他们之间有没有相互作用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是不是这么写的？嗯。哎，这不一定给分。不一定给分，为啥？因为它是个小磁针，是不是？嗯。小磁针是不是个磁体？你别把我小磁针不当磁体，是不是？嗯。我也是个磁体，是不是？对。如果我手上拿的东西不是个磁体，就是个铁块，碰到小磁针吸不吸？哦，也吸。也吸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你相互吸引的话，还说明不了这玩意是不是磁体，是不是？哦，对的。这让你们之间怎么样？吸引说明不了，排斥。看能不能相互排斥，是不是？对。所以利用同名刺激相互什么排斥，同名刺激相互排斥的原理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这个好啊。同名刺激相互排斥的原理啊，看是不是能和小某一级相什么相互排斥，相排斥，是不是？嗯。哎，如果能就有磁性，否则物体没有磁性，对吧？嗯。下一题，再见。这一讲，没什么难的，是不是？没什么难的啊。好，不过这讲那个电磁铁还没讲，同志们啊，中考的常考考点啊，第一就是那个叫奥斯特实验，还有呢电磁铁，还有电动机，还有那个发电机，都在下一讲。好，同志们，咱们下一讲。